每时每刻都很清醒，脑子很清醒，就平时一任何事出现，不是，要么你就是哎呀手吧就呆了，放坐在那不动了，要么就是有点动也是，就像我们就啊，满脸沉重的，这眼神都是这样的执着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这样。这你们的都你们的这种状态对病人的影响蛮大的。他本来也没事儿，但是你们这种状态紧张的这种，然后全身凝重的这种气团，然后还有那个脸，那就是绝对是脸，就是铁板的，就是眼神凝重的，那也不代表你，就是说我去看也不代表不紧张，也哎小孩子到底神经系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如果是这了，那需要很清晰的思维，你才能去查嘛。我要想，这要咋查呢？是吧？但不代表你更爱他，是吧？就是淡定，任何时候不，这是一个急事。平时这些小事算啥？平时这些鸡毛蒜皮的事，就是听到耳朵里，你脑子过一念，你能处理就处理，处理不了连话都不说的。你处理不了说啥，就是有人接口的就有人说了处理了，没人处理的你说啊，没人你看没人处理你去呗，因为太小了事情嘛，就不要关心。就是他那种其实是说那种状态，并不是说你那个口吻怎么样去应对啊。但是说百灵出问题，科莫有问题，百灵马上失神，我能理解。但你们脸凝重，脸变成冰雕，我就理解不了。我知道你们关心，你们关心任何人，不是说关心哥们。我觉得你身边的师兄们任何出了问题，你们也都那样子。就是我们就是会把自己修炼成那样的，就觉得这样子，哎呀，你看我急的，你看我，我不行了。等那个病人从医院走出来，我们一定一屁股坐在医院门口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谁让你吓成那样子的？值得不值得吓成那样子表达你的感情？那是消耗心神。消耗，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绝招，到能修炼出来的，没有人的。但是你正视每件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大事，一旦是别人的，你要正视，因为每个人遇到一点点事的时候，他认为那就是大事。因为很多人，比如说，甚至小小有些孩子稍稍碰到一点皮，他的父母跟孩子本身也认为这流血了，这是个大事。你不能坐在这儿嬉皮笑脸，也不能说太过，但是呢这个关注啊，你心里关注，哎，很淡定的告诉他这样子，然后去安抚他，就是你不能乱，但是也不能人家就大成个事儿了，你坐在这儿开玩笑，哎呀随便了，没事了，生死都是小事了，你能算个啥？不就是个皮毛吗？完了这下得罪了，是吧？心里那个难受，说就是不是你家的，不是你的啊，不是你的孩子。但是自己心里自己知道自己的定力有多少，遇到事情，就是遇到那些事情就知道自己的定力在哪里，觉照到自己的表情是什么，眼神是什么，心脏在哪挂着，心是不是提到嗓眼上了，是恐惧还是关心还是爱，还是他有问题你活不了，你是觉照到这些了，然后看看你的状态，然后看看自己想干什么，在做什么，每一分每秒你的状态你在做什么，然后问问自己是无明还是智慧，这是无明还是智慧。如果是无明，那就去淡定静下来，因为只有静下来智慧才能开启。人急无智嘛，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多急，是我们那种状态把自己抛出去了。你看那些敢死队啊，那些军警啊，那些训练那些特勤，他们就平时些，其实那些人并不是成道了，他们对面对战友的死亡的时候，或者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，甚至重新扒皮，这都冷静。你看眼神什么都表现不出来，他们心里的那种动，他很冷冷的站在旁边看着。其实他这种训练，就是能怎么样的？如果他帮不到忙的，他就不动。但报道他就会借药的冲出去，他会尽全力。哎，真的是，就是要尽的时候很尽，但是他能那种才能全力以赴做事情的时候，
他永远保持冷静，永远保持冷静，他就，他出去的前，他是永远预计着全部力量在那儿等着呢。但是如果帮不到的时候，他永远冷冷的看着，一旦帮的时候，唰就出去了，全出去，要出去就是全力以赴，全力。如果你前边你预计不到全部的力量，你出去也没用，你那叫全力以赴，你出去也会头脑算计，哎，该怎么样，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不应该怎么样，我应该付出多少，不应该付出多少。就是这些，应该就是很晃动，没力量，这种就没力量。他一定会衰竭，这不是自私不自私的问题，他就是没力量就那种转，然后稍微有点问题就自己觉得又受委屈了，哎，自己也受委屈了，觉得，哎呀，我帮了别人了，别人回报也不回报啊，理解也不理解，他那种状态咋理解你？就说到一个人自己无力自拔的时候，你帮他的时候，他连感恩都没有的。他在泥道里的是吧？等他翻，把他拉上来以后，他最起码清醒。到一个人陷在污泥里，你把他拉上来，等这个人恢复全部病好了，他才懂得哦，那天谁救我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你不可能的，他不懂的，嗯。就是那种，就其实那不是成道，是一种平时觉照力，觉照力就是，甚至觉照的时候，感觉到自己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去。看到自己的情，带着情绪在说，或者是带着悲哀在说，带着抱怨在说，或者是不断的带着一些就是情绪在诉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什么，都要觉照的。其实这都是一些平时的小训练，这样这个人坐在坐垫上的时候真的是更厉害，他会是一下子就把那些杂念收回来了。你看那些武士刀，那些军人坐在坐垫上，他要么不动，要动他坐在那儿愣愣的，坐在坐垫上，很静。嗯，给人那种震慑力更厉害。我们散没有力量，你看那种进了日本那种武士，就是那种日本武士刀啊，那种就是你进去就感觉到他那种杀气，他是来自于什么？就那种冷静，他全力对付，他冷，他的力量全在这儿了。他看着你的时候，你就压力过来了。那是就我们不是说学他那个心，他心里当然是有杀气想杀你，但我们不学他那个东西，是学他那种聚集能量的那种状态。嗯，如果你充满爱的坐在那儿，充满爱的坐在这儿，我们充满喜悦、充满爱、充满正能量的坐在这儿，哎，是准备帮助每个人的。你看你厉害不厉害？这样，那每个人就会觉得哎，好啊，不错，就感觉就感受不一样了。就是那个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是这句话吗？